啊，你若无送伊，要安怎？所以蒋介石伊讲哦，啊，破除一切的不平等条约。哦，我囡仔时阵想到这点哦，蒋介石是足伟大的呢，会当将不平等条约甲消灭呢。各位，这点哪会当成立哦？你含恁先生还是恁你含恁太太会结婚哦？会当无效呢？会当随时你若讲取消就取消啊？结婚证书会当取消无？各位，我在座的年龄我看拢差不多，甲我差不多啊啦，差不多结婚啊啦。啊，结婚证书会当随便取消无？会使的无？会使的无？你若讲会使，恁某等于一定催你，绝对袂当随便取消嘛，对不对？条约嘛袂使随便取消，这世界有规定呢。所以蒋介石以前课本内底，你甲恁讲哦，伊废除不平等条约，哦，以前拢想好伟大哦，迄甲你骗。条约袂当取消啦，啊！你嘛讲，你若讲怯战的时阵，我问你咧，台清的皇帝有人家一支剑放喺头壳顶，讲你若无枪，甲你拍死，有无？无啊！啊！你会当卖枪哦？可以，你就灭国，清朝的灭国。你无要灭国，你甲人签和平条约嘛，将台湾赔予人嘛。我讲，我今日讲这哦，拢总法律的哦，足地在。恁即马听听，恁拢惊错一条呢？啊，过来，战争若输，就挂土地给人，这是以前。这个挂土地有基准呢，你听好清楚哦，是民地才会使挂，那你固有领土未使挂，固有的领土就不可以割啦。啊，那挂安怎？违反国际法，违反万国公法，你都要行。啊，有这个例无？有《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清朝上台啊，将这个辽东半岛啊挂给日本。后尾啊，三国去甲干涉，讲哎，歹势哦。万国公法讲辽东半岛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你袂当挂哦。日本无法度啊，全国行给中国。但是国家要求三千万迄个银两哦做赔偿，但是这个时阵日本讲哦，啊无你将台湾偏哦挂乎我嘛，啊台湾偏哦可以啦，台湾偏哦就是啥，就是清朝的拓殖地，拓殖地以下还不是殖民地哦，殖民地的头前哦，因为这块台湾这块土地啊。我你敢看马关条约上盖头前，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迄帝国大皇帝陛下未签订合约第二条，第二条的 B 第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有无？伫这个所在，日本天皇摕到台湾片哦的所有权啦，啊，你给我听啊清楚哦，这国际法的。真侪台湾国际法的朴书，拢无理解哦。搁听哦，搁听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开始以后，签署日本投降。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是啥啥 ？Japan renounce 就日本，这 Japan 是代表日本政府，日本政府 renounce 放弃 all。读英语，英语也拢知影吼，全部嘛吼，啊，全部的后边爱啥，爱加啥 ，S， 这文法你有读过啊？有无？爱加 S 啊 ？All right， 歹势，旧金山和平条约，迄个 S 无加呢 ？All right， 权利 ，title， 名义 ，and claim， 主张 ，to Formosa， 这什么意思？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权利、名义、甲主张，就是敢那放弃主权权利啦，唔是当众哦。所以吉田茂在1963年写一本册，叫做《The War in Japan》，141页，讲啊真清楚啊。我日本无放弃台湾的主权。我敢若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无讲何像。
你也听好清楚哦。放弃主权权利，有权利就还有一个相对的叫啥？义务啊。所以，这表示讲日本政府要有义务呢，还有台湾的义务呢。所以，我们在美日安保条约会当包含台湾海峡伫内底，啊，全世界无人抗议，啊，无奈讲美国甲日本会当来保护台湾，就是根据美日安保条约，这有趣味呢吼。这研究要很深呢，要很清楚的呢，对法律要很清楚呢。过来，日本政府哦，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这两个条约里面，头一个条约有讲天皇，第二条约有讲天皇吗？有没有？没有啊。因为当时麦克阿瑟那当时同盟国在说，到底是天皇爱负战争的责任，还是东条英机日本政府爱负责战争的责任？开会决定讲啊，日本的政府啊爱负责，所以天皇唔免负责。但是天皇伫和平宪法内底，明治宪法甲改做麦克阿瑟的宪法以后啊，日本天皇变得无关代志。但是台湾的所有权要搁掂伫日本天皇的手头。条约无写讲伊放弃啊，所以今日台湾的所有权现主席要搁伫上海手头，日本天皇啊。研究出来以后，美国都惊一条，日本嘛惊一条，所以伫去年九月初八，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 CIA、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邀请咱台湾民政府伫华盛顿 DC 办酒会时阵，要办酒会进行，国家安全代表送两张图予咱，迄两张伫桌边，恁看麦啊。桌边迄张是什么话？你看有无？迄就是啥？迄就是日本的皇宫呐。正边迄个人乌乌迄啥？奥巴马，迄恁捌啦吼？啊，伊捌你啦，恁捌伊啦，奥巴马，伊伫宣誓啦。伊讲，你这两张相片摕转来，予恁秘书长，伊就知啊。因为咱的研究足清楚的，今日台湾的地位就是日属美占，日本还在属于日本，但是是美国占领中。外口有人甲咱叫做美属，读较歹。咱从头到尾，咱就毋捌讲咱是美属，咱是属美国，从来没有。咱民政府就是讲啊真清楚，台湾这个土地到今日为止，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我即马知影以后，咱台湾人免啊出头，都未来得去研究嘛，对不对？所以你过去的独派讲几波，嘴硬破了了，甲咱讲哦，咱台湾就爱较合作的，爱较团结的，啊无咱就无法度让台湾出头天。各位，那是很冤枉的，这是独派。台湾没合作吗？台湾人没合作吗？有吗？你有合作吗？在座有合作吗？你都不敢说呢。有合作吗？怎么合作？邓票会什么合作？邓票会是你害你自己。怎么合作？我跟你说，2028去年去年啊，你手牵手有没有？两百几万人大家都出来，我妈妈八十几岁叫我孩子跟婆婆出来呢。伊讲我一定爱出去，我台湾人，安尼无合作吗？可恶啊！安尼无够团结吗？逐摆若伫运动的时阵，叫咱讲甲中华民国抗议，逐摆出去拢几啊十万人、五十万人，啊无合作吗？台湾人有合作，佮有团结，但是呢，无效的工课啊！你互你行到你的脚断去，你就无法度啦，因为方向唔对啦，方向不对啦。啊，恁听有无？过来，我相信恁若今日做了坐这节课哦，比你这些人哦所读的课啊，搁较精彩。我若讲唔对，发你啦，我爱讲发你啊，你会敢甲我吐槽？你会当？但是到今日为止哦，我发现无人有法度甲我吐槽的，因为我讲拢是发你，逐条拢是发你。过来讲哦。
日本人甲日本人生的囡仔是日本人，啊，我问你者，那中国人甲台湾人生的囡仔是啥物？是变做啥物人？中国人甲台湾人生的囡仔是啥物人？巧，因为2006年10月2日，咱去甲告美国以后，美国伫2009年4月7日最后判决，甲你讲，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各位，咱是无国籍的呢。一个无国籍的人和一个有国籍的人结婚，伊的后代是啥物人？有国籍。哦，讲到这吼，大家开始烦恼啦，嗨啦，阮阿阿姨啊，阮姑丈啦，娶中国某也是嫁予中国翁啦。啊，囡仔唔变做中国人，歹势哦，得对哦。啊，咱即摆公民权利法案的规定要安怎？咱开始在发身份证啊呢，免烦恼啦。内底第9条有规定啦，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当变做台湾人啦。这无法度，这法律规定啊，敢若袂像讲咱台湾人移民去美国。你到美国了，美国马上要发给你身份证，还是讲要发给你美国的公民吗？无可能啊，同款啊。所以中国人甲台湾人生的囝，马上要给中国籍吗？要给台湾的公民吗 ？No， 稍等嘞。所以我估计2300万里内底，即马差不多有1900万是本土台湾人。其实美国老早甲你讲本土台湾人呢？是咱家己台湾人无清楚尔。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报，伊拢甲你讲台湾人，伊用什么字甲你讲？伊用 the people of Taiwan。但是台湾跟关系法甲你讲啥 ？the people on Taiwan。啊，就是叫你翻译，你拢翻译袂出来。the people of Taiwan 是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嘛是台湾人。各位，迄无共款哦。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啥？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是生活伫台湾这个土地顶端的人，马英九就是这种的啦。所以马英九跟你讲，我是台湾人，就结讲我是台湾人，歹势 ，on Taiwan。所以恁后摆，恁若要讲你是台湾，你爱讲啥？我是本土台湾人，安尼就对啊。所以即马开始，咱爱跟中国切割啦。伊无跟你切割，啊，你本身。全去予同化去。美国人已经开始决定讲，要确确实实要将台湾这个土地恢复历史上的原点，就是希拉蕊最近讲的。你中国，你讲南海是你的，你提出法律证据来，你要用国际法来证明。中国近代拢用什么法来给证明？伊讲用历史。自古以来，南海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用历史，所以用历史会使会准无？未准啊！阮阿公以前足好个呢。我住伫岛内，迄岛内太平洋两边拢是阮阿公的呢。我敢袂当甲讲，以前阮阿公即个太平洋两边拢阮的，啊，我即马已经大汉啊，啊，两边的厝，阮阿公袂拢无准算，行我会使无？这你讲袂使哩，但是你叫着台湾的问题，你都袂晓，你都判袂准啊！中国，伊讲台湾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歹势。台湾若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马关条约，中国就袂当将台湾这块土地割予人啊，殖民地才会当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使割。哦，即马过来哦。这种是法律的问题哦，万国公法的问题哦。日本来经营台湾，拢总经营57年，已经将台湾这块土地为殖民地变作伊的国土，神圣不可分割。伊安那变呢？国际法内底有哦。日本人伫1937年开始皇民化，因为伫马关条约内底有讲哦。伊讲，拄啊开始的时阵，我予你台湾人2年的思考期。你若无爱做我日本人，你会当离开台湾，转去，
当时啊，超过1300几个人啊，啊，回去中国。但是呢，过无半年，这1300个才三分之一，佫白倒转来。伊讲中中国我无多生活。即摆，但日本人甲你讲安尼以后，伊一直到1937年，伊正式宣布讲皇民化的时阵，就是讲鼓励你改姓名，鼓励你学日本话。甲1945年4月7日，听清楚啊！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伫台湾这块土地宣布天皇的诏书，伫这块土地，予台湾人会有参政权、参政权。这是照国际法来。为迄个时阵开始，台湾这块土地变作日本的领土，所以台湾人会当开始做兵。你若殖民地，要去做伊的兵啊，那袂杀你呢？干来做啥？义勇军啊，自愿队啦，志愿军啊，袂当做伊日本的军队啦。但是到1945年4月7日以后，伊开始伫台湾征兵，合法征兵。所以啊，有的人讲哦，啊，你日本当时吼、哦。啊！日本天皇吼、哦，啊，公布的时阵啊，日本天皇讲台湾这个土地啊，啊，实施宪法的时阵啊，啊，没有无向全世界 claim， 对主张各位伊唔免，因为那是伊的殖民地的时阵啊，伊家己划落去的时阵，只要呐开始实行这个宪法，这个土地伫国际法内底已经变作日本的土地，是未改变了，伊唔免甲你讲，伊拿宪法实施。啊，让你做兵，美国也是这样哦。美国人有很多咱移民去美国，美国让你怎样，让你做兵。你做兵这是表示效忠效忠啊，效忠哦，你就可以拿到美国的国籍，这是国际法里面的规定。过来，所以台湾这个问题啊真复杂哦。啊，所以呢有很多妹妹嘎嘎啊，你听清楚，台湾虽然真复杂，但是台湾这块土地啊，到今日为止，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但是日本啊，因为伊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伊放弃，伊袂当 claim， 袂当讲话，所以日本人即摆变做啥？会教，伊敢来讲台湾若要自治，你甲问讲会使哩无？会当点头讲，可以。啊那伊讲袂使，摇头，但是伊袂当用嘴讲出来。这就是日本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去和这个48个国家，应该是51个国家签约，啊，48个国家啊国会批准，和这些国家绑掉的。迄个时阵啊，你讲啊，即卖有194个国家，啊，迄当阵哪会才51个？迄当阵51个是全世界差不多拢总51个国家已经包含所有的国家伫内底。后尾因为真济人讲独立去，迄个殖民地啊，伫迄个时阵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开始开放啊，一个一个独立，一个一个独立。各个台湾无法独立去安怎？因为台湾这个土地，那照道理来讲是属相的日本的啊，所以中国今日伫边啊，伫咱的边啊，都在计算建国了，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迄根本就放屁，完全无关系啊！所以美国，我跟你讲哦，美国的手中的王牌还没给他弹出来哦，就是我刚才讲的哦。台湾这个土地所有权是日本天皇哦，美国还没说哦，让那些推压民众你争，就是中国你也争，他会开很多钱的哦，开很多钱到后面怎样？没想到他的解体呢，中国的解体去呢，啊，所以他就不说，他就变棒放一个话瓜，让你好像、哦、台湾让你摸好像会到还吃不到、啊、很艰苦还没办法、啊、马英九他也一样、啊、埃克法你赞成签埃克法是不赞成，你敢知道我赞成，我喜欢来赞成埃克法，听清楚，埃克法在去年6月29日签下，表示政治上一个意义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和解，伊本来是啥内战啊？伊伫内战对不对？啊，你若内战，每一摆美国若要讲啊，中华民国你咪转去，
伊讲我无要转去，我转去叫台。啊，所以伊一个话签嘞，美国讲你会当转去啊，已经和解啊。啊，那和中华民国转去，你不爱吗？你不要吗？你要不要？要不要？我再说一下。啊，到底不要嘛？不要。要啦。遐中国人若转去吼，哦，咱偌好康嘞呢。第一，你免逐个月去拿14000块的遐老五的钱呢。啊，老五足夭寿的呢，甲70-80岁嘛去娶少年某呢，娶少年某，你搁半生搁甲饲呢。你甲看，所有的捡二纸拢是台湾人啦。遐老五啊，敢有你捡二纸？无啊。逐摆若食烟，你去公园看，你咧行街，拢老五啊呢。啊！伊若小可破病啊，小可感冒去隆重住院呢，病床啊准备好呢，还是足苦的。我甲你讲，台湾人唔知影，所以有的人讲哦，啊，我唔爱插政治，迄种唔爱插政治，迄种是推下面啊，真正推下面。你人生内底，你的后代所有的人拢是伫这个政治的下骹的生活，你家己搞不清楚啊。讲较简单，互你听，你以前赚的钱。含即马赚的钱，当然以前较好，对不对？你若以前赚较济，啊，即马赚较少，你惊去我看？啊，无哦，啊，你即马赚较济哦，啊，若即马赚较济，以前赚较少，你惊去？啊嘛无，啊无你啥，拢无你赚？哈？你拢无你赚吗？我搁问一摆啦，较合作的，你好，我小可调查你嘛，我无，我毋是国税局，你免烦恼。我讲太快哦，对不起。哦，好，好，哎，你们思维比较慢了哦，我思维比较快了。你以前赚较侪钱，今嘛赚较少的人，举手，手举，好好，请放。啊，今嘛赚较侪，以前赚较少的，举手，无嘛？啊，你政治跟你无关系吗？跟你有关系无？绝对有关系啦！我今日吼听何人讲一个故事，我感觉心有戚戚焉呐。伊甲我讲啊，伊讲哦，恁台湾足奇怪呢，讲已经实施民主啦，民主啦吼。因个大楼管理员呐，伊拄啊搬来的时阵啊，大楼管理员啊，伫改选呐，选各种干部啦。阿姨讲，反正你台湾人在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阿姨都无参加嘛，阿、啊、就叫因太太去参加啦。因太太参加了，回来甲讲哦，恭喜哦，你当选了。哎、欸，我没有参加，怎么当选？那、啊、当选什么？康乐委员呢？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参加什么恁那些管理委员会，我也当选，因为这是民主选举，没有办法。台湾的民主选举就是安尼啦，台湾的民主选举就是安尼啦。啊，你讲这款叫做民主吗？你卖笑。即马国讲诶，选举，美国讲哦，不可以公投。哦，当然骂美国骂甲要害呢。您认为讲不可以公投的，对不对？不可以公投，对不对？对不对？对的，举手。不可以公投，不可以公投，台湾不可以公投。啊，可以公投的举手，超狠啊！势均力敌，当然未使公投啊。安怎讲未使公投？台湾这个土地有两种人呢，一种是叫做中国人，一种叫做本土台湾人呢。啊，这两种人的意见，你敢问讲，可不可以怎么样？啊，是导出来结论是什么人的？是谁的？是谁的？什么都没有吗？无啊，美国一直跟你讲不可以公投，但是苦是美国啦。你也不爱跟你讲原因吗？但是美国有甲我讲啊，伊讲你台湾哦是分两种人，一种是占领者，一种是被占领者。各位，咱什么人？被占领啊！咱战争输对不对？哎，拢无啥，我们打仗打输了，对不对？对。我头都跟你讲过啊，台湾是美国跟你轰炸，你袂记得吗？咱敢有去甲轰炸美国？到弹管阵头，美国没有嘛？咱打败了嘛？日本建树对咱带建树嘛？对不对？建树那有光复节？
切出那个光复节，你看咱头脑吼歹到什么款的程度呢？我嘛同款哦，我也一样哦。我以前哦，我读建中的啊，光复节哦，我哪去看看游行呢？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哇，什么想足见笑的。好在那当阵无防翕相，翕相人讲你啊看，你也赞成啊？各位，台湾无光复嘛，建树变啊光复，光复是啥物人？因中国啊，啊台湾啊既然无光复，听清楚哦，台湾啊无光复，啊迄天叫啥物日子？你国际法内不叫做战败，国际法内底吼没有战败战胜 ，win lose lose 都没有了。国际法内底迄天叫做啥？军事占领开始，军事占领开始。但是要听好哦，军事占领开始，听好哦。和平条约生效，无代表军事占领结束。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1853年 ，Cross 对 Harrison 的判例，和平条约生效不代表军事占领结束，军事占领若要结束，都要美国的参议院通过相关的法律，还是由美国总统宣布。今日美国有宣布讲我结束台湾的占领无？没有，所以到今日为止，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啊，有人甲我讲哦。等下，等下，等下，等下！我伫外口拢无看到美军呐、啊，有力呢。我没有看到美军呐、啊，安内美国军事占领有啦。咱即摆厝尾顶有五支旗啊，美国旗升起来有无？迄是为1979年中日断交，中美断交以后到今日啦。美国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叫咱升起五支旗起来啦。所以咱为今日为迄天7月23日开始，美国的国防部的卫星将咱这块土地设定保护。啊，你免拍破啊！啊，你来。啊，不对，中华民国。是因为美国甲委托伊来军事占领，伊用什么话甲委托？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1号第二条，台湾委托蒋介石，毋是中华民国，蒋介石来台湾这块土地接受日本的投降。啊，这个、中华民国这个蒋介石足夭寿的呢，1945年。9月2日一般命令1号生效以后啊，伊甲迄个1945年的9月底，10月中旬啊，伊要来台湾的时阵哦，伊无船呐。迄当阵中华民国部队无船，伊建树嘛，你袂记得吗？伊互拍甲重庆去啊，剩一咩咩啊尔，遐么投降呢？啊，无船后来变啊，美国派船互伊。甲伊接来，接来台湾的时阵，迄当阵他们是第几书啊？81书啊，几书来？啊，71书啊，对，71书啦。来台湾的时阵啊，迄中华民国的部队啊，穿的是穿甲破破散散。你知影迄当阵的日本人，日本因为本来是伫预防美国来打台湾。所以为关东军啊，两个师甲调来伫台湾，上届强的关东师甲调来伫台湾，啊呐，打算要和美国战一下。美国跩跳岛运动，就是为菲律宾跳过台湾，跩直接去打奥克纳瓦。伊奥克纳瓦当时开始打，1945年4月7日，拄啊迄天伫台湾实施日本的天皇的诏书，迄天开始。这块土地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干那4个半月，日本就投降了。所以有的人讲啊，迄、那个天皇哦，迄诏书哦，才干那4个半月呢，无遵守啦。4个半月，各位啊，你若结婚一天冇遵守，干不是？你结婚一天冇遵守啊，干无遵守？
我昨晚结婚，我感觉唔对呢，我今日宣布讲无效，会使哩无？总咧袂使哩嘛，查某拢会回答袂使哩，查甫拢点点咧，当然嘛袂使呀，这这么简单的道理呀、啊，教书直接宣布咧，我阁甲你讲，还阁有咧，日本天皇。在1895年6月7日，派这个叫做华山之计来救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日本天皇有叫那个总督来，甲召见。你知影日本的天皇是安怎？日本天皇，伊将伊的所有权、的管理权来交予首相，所以首相。那要接这个政权的时阵，一定要跟日本天皇报告。啊，今日嘛是安尼，对不对？所以，伫台湾拢总有19个总督内底，独独最后迄个总督，日本天皇无召见，由首相召见的任命的。是安怎？因为台湾迄个时阵啊，1945年4月7日已经唔是变作。不是殖民地，已经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台湾这个土地的总督要换人，换做啥？换做知事啦，知事啦，跟乌克兰话同款啦。所以安藤利吉不是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的总督，是第18任的，那个叫做安长治，那个才是最后的总督，各位。末代日本台湾总督，这不对，这个长谷川啊，这个才是末代的总督啦。所以中华民国的课本拢甲你写，第19任的总督安藤利吉率台湾向中华民国投降，错，不对，建军啊，一定是安藤利吉迄当时已经做做啥？做上将，陆军上将。迄当阵呢，伊甲1944年的10月份啊，日本的首相改派做陆军改派来遮，因为打算要甲美国做最后的决定。所以伫即个12月时阵啊，伊接即个总督，啊，但伊接总督啊，日本天皇无召见，落尾啊刷落去就由首相改任命，因为迄当阵准备讲。4月7日，日本天皇要伫台湾这块土地宣布日本天皇的诏书啦。各位，这个伫法理上有一点真要紧哦。1946年的12月，日本有正式宣布台湾总督去除。伊若无做这个宣布，啊，那安尼，台湾这个土地还阁是殖民地，这吼、哦、国际法内底吼，咩咩格格非常的这个啊，做日本人讲 KBC 非常的严谨啊。所以到今日为止，这个王牌美国甲今日还无拍出来，但是咱这个组织台湾民间已经拢研究好，伫等你了，我在等美国啦。不会冲突，我明仔再发一份那个讲义给你看。我从这个来子哦，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啊，拢清清楚楚标示，大家感觉足奇怪。这是台湾历史以来啊，从来唔捌有人写。你哋感觉我足厉害无？有无？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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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叫你拍破啊，我无厉害。我无厉害，我跟你讲，我坦白从宽。美国户外资料呢？所以甲美国拍花。美国花资料哦，我嘛爱去读呢，迄拢原文的呢。我敢若读迄个资料哦，我的人个几啊倍的资料，拢原文的，读到目睭拢要烫汤去呢。我无骗你呢，所以你看我呢两工一篇，哦，有个人足钦佩我呢，呀，好笑，你资料拢为对来。我爱甲你讲。有真侪拢是为美国免费供应，
是安怎？因为我愈研究吼，愈济，即马美国的国家的智库迄边哦，已经跟咱合作啊。我研究的甲伊研究的互相交换。南海最近希拉里向中国呛声有无？伊讲你照国际法律来有无？两个月前希拉里甲我讨，伊讲诶，你南海吼，你嘛甲我写一个南海的法理。我随写给伊啊，两个月前，哎，即马读读下了，我估计毋是伊读个啦，我估计伊个边啊遐个人读个，读读下以后啊，伊去甲中国呛声，你照法律来。但是我最近我写一篇诶，我骂希拉里，哎，你台湾拢无要照迄个法律吼，啊，你敢若其他的所在拢在照法律，啊，敢若台湾不爱用法律，伊啥物意思？最近甲发表，伊看会到诶。所以咱。为着台湾吼，咱爱用头脑，咱甲美国伫对抗吼，你绝对拍输伊啦。伊拳头无遐尔啊大粒，我来去甲伊拍，我绝对一枪就叫落去死啊嘛。所以我爱用啥？用法律。美国真好呢，三权分立，司法、立法，甲即个也做，甲啥？司法、立法，甲即、這个，甲行政，美国分甲足清楚的。所以那当时啊，那当时刚开始我想要告美国的时候，我也考虑很久的呢。第一，美国有说啊，国家免诉，就是国家不用控告、啊、以前的台独的足济文章说、啊、你怎么不要去国际法庭告、欸啊、这个台独的台独跟我们说、啊、不可能啦，台湾的那个法人的资格没有嘛，那没有错、啊、不适格啦，没有那个国家的资格嘛，当然不能告嘛。啊、想几步呢？想我，我甲何瑞，想何瑞的伊那个头脑嘛袂歹呢。拢真简单啊，用人权啊。哎，琉球当时照旧金山和平条第三条，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哎，啊，琉球迄当阵是啥物人？要阁毋是日本人呢？啊，伊毋是日本人的时阵，变做安怎？变做讲，伊若要出国。啊，护照要什么人要给他？琉球的民政府呢？琉球的民政府就是啥？是美国军政府下卡的琉球民政府发护照给他啊。好，所以对吧？还是那个。所以咱即卖还佫两个官司伫美国呢，一个就是把美国国务院告，第二就是国防部告。国防部要告啥？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台湾是美国，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啊，主要占领全国，你美国敢有先机出来给咱看？无啊！啊，所以无怪大家人你讲，啊，你讲林先，你讲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土地，啊，我拢无看到美国人，甚至美国国旗嘛无看。你敢有看到美国国旗？无啊 ！AIT 你看 ，AIT 内底甲外口拢无看，都没有装迄个美国的国旗。有去 AIT 过无？有去你行去玩哈？啊，我拢无去，我唔相信，拢无去美国假骗。你无去 AIT 吗 ？AIT 有美国国旗无？没有，内底外口拢无。所以我阿美国讲，我甲你告。特别讲啊，这是美国，甲咱头讲的。你甲我告啊？因为咱那个告咧，伊较好做啦。这支旗啊，唔是我发明的呢。这支旗啊叫什么旗？这支旗啊，这支旗啊吼，叫个美国军事占领台湾旗啦。这支是去年9月7日，咱去华盛顿 DC 办酒会时阵，伊叫咱挂出来。这支是，这支是，这支就是台湾民政府的旗啦。那个六个星星就是啥？就是六个州啦。台湾现在分作六个州啦。说到这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旗，美国有跟我们交代，他说、哦、有受过训的，听清楚，要受训要到后天哦。后天你还要直接都挖的、哦、一个人送你一面的美国国旗、啊、你怎么能看那些国旗呢？有人现在去做生意的、哦，我讲人啦、啊，潘志宏哦、啊，台东的、啊，伊伫卖早餐呐、啊。伊甲我讲吼、
因家即马挂三支旗啊，美国国旗、甲即个军事政府占领旗、甲即个民政会旗啊。伊讲哦，我挂一个吼、哦，我生理吼、哦，早餐本来是七十分啊，即马几分呢？150分卖，大概拢150分呐、啊。三支旗啊挂来讲150分呐、啊。伊讲要知影，我著较早来。无你去，你会当去问呀，叫潘志宏啊。啊，搁有哦，新屋咱遮真近，新屋吼、哦、海边有啊、哦。有两间咖啡，两间的咖啡厅，一间是新的，一间旧的。旧的来滴装足水的，新的是凊彩尔。迄个机啊挂咧吼，美国人拢去伊啊，啊去伊啊了啊，所有的人嘛去伊啊，即马生意足好个。啊，即马迄个新旧的讲哦，我嘛要来受训。你卖讲伊要来生意好才来受训呢？我毋是要今日你来受训才生意好呢？我不要你这样呢，我是要你真正有心要替台湾你才能来受训呢。啊，我请问各位，啊，你受训要创啥？各位，啊，你来受训是要创啥？啊，要创啥？哈、啊，要去做啥？要卖早餐？这你话嘛是正确嘛？也是对啦。各位，咱即马有700几个人嘛，咱受训爱几个？你知毋知？4000个。4000个要创啥？我要接捐款。咱要向什么人接捐款 ？USMG 美国军事政府，我公开讲啊。马英九嘛拢派人去甲咱监看呢，逐集嘛看。我若每一摆徛伫个马什么海哦，过灯光伊就开始改善。我无骗你，你问咱的同志就知影。我若迄集你甲批评什么代志哦，伊就马上会改善。咱因为这个仇恨速度，坦白讲，4000个吼，我常咧讲，我啦吼，总理大臣啦吼，啊退上嘛吼，困到这个骨头拢要缩去呢，困咧，我含各位拢同款啊，我困伫茶帮顶悬呢，我即世人毋捌困茶帮呐，但是无啊多啊，为着要含大家拢同款，无爱话解，干咪讲，哦啊，恁做干部恁都享受，我无享受呢。阮这干部来去受训吼，恁交5000对不对？阮交偌济3000呢。啊，一摆交3000，拢总即要11摆啊，佮加迄个夏令营2摆，都要13摆呢。13摆一摆3000，已经交39000呢。33000啊，啊13摆13000，39000啊。阮拢无占你们的便宜呢。恁食啥，阮嘛是同款安尼呢。阮困也无困，你比恁较好啊。啊，阮就佮伫头前伫上课呢。啊，上课有啊，有重点会有啦。啊，重点会阮呐捐出去啊，因咱无钱啊。我无叫大家人捐钱，对不对？无啊，将来莫开嘴讲，恁大家来捐钱 ，no， 一次都没有。但是你讲奇怪呢，啊，你民政府，啊，你的钱是为倒来？你袂安尼想吗？啊，你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伫去年7月7日，伫华盛顿 DC 办公室拆落去。甲今日还阁伫咧，迄、那个办公室足大间个呢，有咖啡厅，有会议室，有办公室，啊有 reception room， 喂，迄爱钱呢，算起一个月几万块呢，啊钱位倒来，你有出着无？你若有出着，你举手，拢无呢，我嘛拢无呢，啊钱从位倒来，你家己去想，我袂讲。伊拉克。战争的时阵，美国去甲拍，伊投降以后，美国设平民政府，迄、那个平民政府为着摕倒来，伊老早伫伊拉克伫美国设一个伊拉克平民政府，迄、那个平民政府伊讲你回来，倒来伊拉克，倒来伊拉克，美国军事政府将政权还予即个伊拉克的政府。当时伊拉克有几个平民政府，你知无？30几个啦，台湾现在有几个平民政府你知道吗？4个，已经有4个了，免烦恼，注册商标，咱这个，是怎样咱这个，是怎样，说较简单的嘛，咱去告美国的嘛，告美国，美国免找你吗？美国4个单位都在找咱了。敢那有咱有伫研究台湾的地位，敢那咱有伫从甲美国讲，互相伫讨论讲台湾要怎行，台湾要怎行？
我讲一个例，2008年的时阵，谢长廷伫选举，迄当阵美国就有人甲含咱伫接触诶。我甲问美国，啊，你要支持这个谢长廷无？伊是台湾人呢，民进党啊。伊讲哦 ，no， 诶，你不支持谢长廷，啊，你支持咱这个民政府。我问你为什么不支持谢长廷？伊讲我们对谢长廷我们不信任。是安那不信任？听清楚哦，这甲各位拢有关系哦。美国伫谢长廷去访问的时阵，将谢长廷一个人袂当派伊的助理，干了家己一个，该请入去一个办公室，内底国防部长嘛伫内底，拢无甲伊介绍。国务院嘛伫内底，内底有九个人，请伊坐，随便坐。谢长廷接着甲讲啥？我们台湾人民啊，想要独立。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讲了唔对啊？讲了对啊唔对？啊，好啦，您讲对一点唔对。台湾讲要独立，您无要独立吗？您无要独立吗？我跟你讲，其实伊两个讲法拢不对。台湾今日既然是予你美国占领，占领的首要是啥？就是咱爱服从占领者的管辖啦。啊，无伊牺牲遐尔啊侪美军阵营，甲你占领，就是要改变你的国体嘛。要改变你的国体，要找一个政府和伊美国会当合作的政府嘛。你要独立，你甲美国对抗吗？所以美国甲你讲。台独代表战争，什么意思？你若要独立，我美国要跟你打，你不服从嘛？所以延伸到等下就二二八，当时中华民国甲美国报二二八是啥？因为二二八不服从占领，要请愿，要示威，这种类似于不服从，所以已变成哦出兵。镇压有理，虽然咱受训的原因，就是要予各位知影，你含美国，你也知影讲你的地位是啥？我今日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我干那为人权开始改革，我干那用人权先甲结落倒。啊，咱台湾人哦，那这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摕到的时阵啊，我甲伊讲哦，我讲啊，你这个身份证我摕到的时候，我有啥物好处？伊个原话是安尼甲我讲啦吼，你听好清楚哈。因为我公开所在，我是毋是安尼宣布？我即摆先爱讲个，就是讲我公开无必要这样讲。伊讲你着宣布讲摕即个身份证，毋免签证，予你入去美国。哇、哦，我又毋敢讲，我即句袂讲哈。头拄讲个即句话无算啊。我干那甲你讲啥？摕即份身份证，你毋免 interview。毋免 interview 足太早啊呢。偌济人去美国 interview 未过呢？各位，但是即摆我直接安尼讲哦，中华民国开始吼，媒体就讲几波呢。啊，年底啊，啊做中华民国护照哈，哎，唔免签证有啊？是不是安尼讲？因为咱去上课咯，见不着安尼讲哦，伊惊着啊，中华民国惊着啊，伊讲摕中华民国迄本护照免签证，我甲你讲。我直接打八票，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三四个月内底，中华民国出现500几本的假护照，和遐死阿拉摕去的。美国不是戆人呢，美国不是戆人呢，所以中华民国讲摕一本护照唔免签证，永远不可能。咱的公民权利法案讲啊真清楚。本土台湾人才会使有资格，唔免美国签证入去美国，因为我是予你占领，遐中国人无予伊占领啊。安尼听有无？安尼就听有啊，对不对？咱好加再予伊占领嘞，好加再建树呢？咱为咱的祖先建树拍拍手好冇？恁家死没有良心呐、啊！那
阿公阿嬷老爸老母见住恁咧欢喜噶，对啦，因祸得福啦，啊，因祸得福没有错了。坦白讲，实在讲安啦，好佳哉，唔是含中国建建书，含美国建书哦，咱只有怎讲？啊，全世界足多人要变做美国人呢，但是无法度呢。啊，咱的祖先哦有眼光了，故意打败，好，很好。阿派我来要讲完，故意打败。所以，那照这个国际法来讲哈，按照国际法来讲这个代志哈，台湾其实还有足侪代志。我今日本来上课要甲各位上戒严呐，恁这边你我这个这个讲义吼，你甲提出来，我刚读一段。解码戒严呐，解码是什么意思？解码就是讲哦，讲这个叫做戒严，真相很好。戒严的真相，来，你听好清楚。你今日吼，我跟你讲哦，你听这节课哦，你如果这讲义提上啊，好，你后摆在咱你的周围所有朋友哦，好，你太做，我无跟你骗，大家跟你骗拢输啦。啊，你就提这个看，这上讲林志兴讲的啦。啊，若要红了，我林志兴给你啊，我进来。那边那边谈的哈，来哈，1949年5月19号。1949年时阵已经台湾哈，已经伫中华民国的统治的内底哦。国际战争法内底哈，本质是中国占领东疆啊，叫做军政长官啊 ，military governor， 诶，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陈诚啊，你听好清楚哦，在广州颁布。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制第一号，宣告自1949年5月20日0时起，在本职为日本台湾占领地的台湾省全境实施戒严，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本职为美国台湾关系的台湾独立当局的领导人啊，流亡的中华民国总统啊，蒋经国宣布戒严为止，创造国际戒严的记录啊！时间是38年又56天。各位，看我，我甲各位讲过，今日军事占领，你阁宣布戒严，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军事占领宣布戒严，啊，对不对？戒严就是军事管制嘛，戒严就是军事管理啊嘛，啊，搁宣布戒严，迄是咧创啥？中华民国拢总有宣布过3届的戒严，第一届李宗仁，第一摆是蒋介石，第二摆是李宗仁，第三摆就是这个啦，单行这个啦。第一摆宣布戒严，第二摆宣布戒严嘛，拢无包含台湾呢。是安怎？台湾毋是中华民国的土地嘛？所以伊第一摆戒严甲第二摆戒严无台湾伫内底呢。第三摆单行伫中国的广东宣布台湾戒严，啊，台湾都已经军事占领啊，啊，搁戒严。莫名其妙，原因在哪？就是因为1949年10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政变成功。1949年12月时阵，宣布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迁都台北，不是台湾哦，会记得哦，流亡政府未当迁都台湾哦。敢若要讲台北，所以今日的中华民国伫国际的名叫做 Chinese Taipei， 不是 Chinese Taiwan 哦。Chinese Taipei 是什么意思？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世界有这款的例无？有。伦敦当时接受了法国流亡政府，走去伦敦叫做 French London， 就是法国伦敦，迄是。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Korea， 韩国
流亡伫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所以 Chinese 台北，骗咱台湾人，讲迄叫做中华台北，中国台北，其实是叫做中华流亡政府在台北。是全世界拢知影，你讲。我即马要讲原因互你听，哦，你伤急啊，不要太着急。伊是安那要宣布，我就你讲，因为迄个时阵蒋介石已经哈下野，下野什么意思？老百姓，啊，老百姓伊要来台湾干袂啥哩 ？No， 伊只有宣布戒严，所以蒋介石来台湾的时候是穿军衫啦，穿军服啦，去执行一般命令第一号啦。要让蒋介石来台湾较方便啊，安尼，伊用这个原因嘛入来台湾，所以伊要入来台湾的时阵，伊毋是直接为成都飞来台湾啊，成都先飞来对澎湖，是单程，我即摆写这文章拢有啊，是单程飞去澎湖甲看，伊惊单程不接受嘛，啊单程接受啊。所以美国迄当中本来是运作叫做宋立人，什么立人？孙立人，美国军校毕业迄个人，要互伊落去接。但是单程因迄帮人拢总支持蒋介石，所以但是孙立人蒋介石嘛毋敢甲抬，美国徛伫后壁，所以我甲各位讲，今日马英九毋敢甲抬啦，因为我后壁美国。坦白讲个啊，啊，恁个后壁嘛是美国，免烦恼。恁若所有受训个，咱有翕相有无？想来翕相，你敢知影？记录就是俾美国看。恁个名拢伫内底。恁伫遮受过，因为美国人已经感觉恁台湾人腿下面足侪足侪个，改袂过来啦。恁通笑呢？你以前嘛是腿下面，我嘛是啦吼。但是我现在不退了，你如果中华民国跟台湾，你如果拆不开的都是退了的啦。我说的给你听，你也要看报纸好不好？会不？你也要看，好，我跟你说一下。报纸说，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这样对不对？啊，改什么？对对对，好聪明啊，中华民国与某某某断交，台湾从来没跟人建交嘛。啊，过来，台湾退出联合国，对不对？对不对？你为啥唔敢？对啊，唔对，唔对嘛？安怎讲？台湾从来唔捌加入联合国嘛？啊，你巧啊、哦！啊，你巧啊、哦！但是呢，咱咧讲话内底，我为第一期，我就开始宣布讲哦，你咧讲话时阵，中国唔通讲另外迄两字啦。阿妈研究哦，听咱个讲讲个了，伊嘛宣布讲哦，后摆爱讲迄两字，袂当讲中国，对两字，对两字，对啦。迄两字我袂使讲，因为我若讲爱罚一万块啦。啊，我讲希望咱所有同心吼，大家爱有一个私下的约定。你若讲迄两字出来吼，爱罚一百块啦。啊，一百块恁摕去食饭啦。哦，我嘛若讲迄两字哦，我予你罚一万块啦。哦，你也注意。啊，我跟你讲哦，你绝对话白白话白袂着啦。因为我以前做环球的总经理的时阵哦，我去用罚过啦，罚几摆哦，我就惊，足疼的呢。起码我袂讲唔对，但是你也讲唔对的。你要信无？你信无？你相不相信？你相这这无志气呢？你相信？你应该啦，相信讲你不会讲啦，对不对？是不是？是啦，各位，你来这里上课，这三天里面要学的就是学这个，你的功夫就是这点啦。你如果要上网呢，你要用那个 Facebook 会要吗？ Facebook 会要你拿手看看， Facebook 哦，很好很好，其他人爱学啦，因为各位都有很可能将来民政府的官员啦。我是说实在哦，你不能想说你的能力不好呢，
即马现主是台面上伫看遐个人讲因拢偌敖，迄拢是报纸甲伊捧出来呢。民进党伫做官员的时阵哦，个个贪污，凊彩人送你一个地米，迄管仔内就放两万块美金，你看偌好赚着。但是我甲你讲哦，民政府的官员后摆啊贪污爱安怎？我你甲你讲哦，你甲你讲哦，我无讲哦，无唔着爱枪毙啊。咱要废除死刑，但是贪污的枪毙要保持着。我嘛是讲，民政府后摆安怎？哎，全台湾拢无监狱啊！你讲臭屁啊！哪有可能无监狱？我要推行什么物件？你知无？鞭刑，你知影鞭刑？你知影举手啊？鞭刑，哦，不是讲干那打长坑，打屁股安尼尔呢？你知影迄个新加坡的鞭刑哦，摔下去吼，迄真正屁股吼变作四叠呢，开去呢，爱膏药啊膏一礼拜，他若超过打五个吼，会死人呢，我无甲你骗呢，但是无要紧，你若去用判。鞭刑哦，死刑我阿免啦，用鞭刑啦，甲改做一百个就好啦，一礼拜甲拍五个就好啦，连续二十礼拜甲拍，我甲你用拍第一摆、第二礼拜啊，我甲你保证伊投降啊啦，卖啦卖阁拍，我唔敢。啊那安尼，咱唔免去甲饲遐犯罪嘛，对不对？那着甲关，脚掌尾甲拍落就好啊嘛，这足有效的，我无甲你骗，真正足有效的。民政府的第一个政策，我跟咱的总理大臣哦讨论过，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囡仔，马上送你一栋厝，安尼好唔好？你话好，我哪知啊？你拢免甲问讲啊，几位得来？哈，你免问讲几位得来吗？我不是马英九呢，乌白开支票呢，对不对？你爱甲问讲几位得来不？爱不？爱无？啊，你要知影无？未，我甲你讲，夏威夷全部夏威夷收入第一名是啥物物件？观光对不对？对不对？唔对啦！你看讲夏威夷哦，安尼目睭看个讲哦，十个内底八九个拢是外宾啊，外宾占夏威夷总收入的20%-30%尔啦。伊50%-60%是扣啥？扣啥？租金啦，没有错，就是租金啦。啥物话的租金？啊，就比伊本身海外就是比国内嘛，较拜托的。我甲你讲啊，基地啦，中华民国伫用咱台湾的基地无付咱租金啦，伊讲爱国啦，看着贵咧。什么人要用基地？什么人立钱呐？所以这基地，美国即马，我听人话不爱好用哦，来台湾就好啊嘛，对不对？干那租金给咱哦，我讲咱挑死，真正挑死。刷入去，唔免买国防，唔免买武器，还佫有请了卫兵，全世界有这好康的吗？所以我跟你讲哦，美国那军事占领开恢复的时阵哦，我跟你保证台湾拢袂记你要建国啊啦！你要信无？你要信无？因为占领的时阵哦，老百姓唔免交税金，老百姓唔免服兵役，老百姓啊买美国拢享受唔免交税。美国讲伊要开始考虑要修改宪法。伊无想着讲哦，有啊，夭寿！你台湾人后人研究到遮尔啊深的，所以我希望讲哦，台湾那年底美军入来的时阵哦，伊就灾死，我无咧骗。但是即马哦，较卖讲，因为足济代志吼，会当甲美国救赎呢。哎、欸，65吨的台湾的受的苦头，迄、那个苦处啊，实在是吼、哦，真正是足深的呢。有足济台湾人为着台湾的地位吼、哦。去用害死的呢，有无？但遐拢推阿面啊，因为因甲什么人对抗？中华民国。我甲各位讲，台湾民政府唔免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安怎讲？
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尔，所以中华民国定义啥？律师同款啊，咱要找律师要创啥？找当事人啊，当事人啥物人？美国啦，卖币到律师的后壁啦，你予律师予你拍到要死嘛无效，当事人来，甲出来。伊讲我毋是当事人，歹势。咱伫告美国的时阵，甲最高法、甲高等法院的时阵啊，美国的律师偌袂见效呢。伊讲吼，台湾的这个主权吼，我美国好像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没有包含主权呢。法官随甲问，你是讲旧金山和平条约在美国已经失效了吗？答不出来，法官过来讲，你答不出来，我来替你回答。旧金山和平条约视同美国宪法，爱遵守。今日台湾人伫遮咧受苦，你也甲帮忙。所以才会旧年的七月七是予咱去伫美国设立台湾民政府，九月七甲咱办酒会啦，你知唔知？抓入去，伊甲咱帮忙，咱台湾民政府伫旧年的十一月初六。来个成立，参与伊成立，六个州成立，即摆问题伊出来啊！即六个州一来个甲参与会，你家己爱完成啊！啊，要哪完成？你爱知影即个论述的人，才会当来参加啊！你袂当即个论述，你叫中国人来参加啊！你中国人马上要甲伊转化做台湾人 ，no， 伊讲不可以。哦，甲美国安尼讲咧，我才知影讲本土台湾人遮尔啊价值。恁感觉安尼有尊严无？解释一下，有尊严无？绝对有尊严啦！后摆的台湾政府就是正港，予本土台湾人家己花、家己管家己，啊，若阁做无好，咱家己去跳河啦。所以袂使贪污。我甲各位讲过啊，薪水五倍。哦，有个人就举手呢，那不是第几届、第八届、第七届？哦，五倍太多了，是不是太多？多不多？当然太多啊！但是，咱是分做六个州，六个州长对吧？一个州的州长等于管几个管区，二十一个管区呢，六个本来一个拢才管三个、四个管区呢，管呢？啊，四个五个官一钱给一个人，因为他负责那个地方，安尼多吗？一点都不多了，一点都不多了。啊，但是那么多钱，不可以贪污啊！我讲一摆哦，你若贪污哦，我话头脑真好呢，我会知你贪污呢。所以不明财产罪，很简单呢。我跟你讲，时到民政府接一政权，我先跟两个人警告，一个吴敦义，一个林郑，伊拢台湾人，无吴伯雄，迄吴伯雄，因三个人公开审判，你爱钱为对来，你一世人做公务人员，你为对来，甲写出来，看伫台湾人啊面头前会当通过无？同款的道理，你若做行政官以后。你若有钱，我要叫你写哦。我嘛是同款。我若有钱，你叫我写。迄个时阵，大家拢有厝，大家拢有薪水，国民做兵，生活真快乐。365天，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上，迄时间拢在休困，四分之一在休困。啊，你搁我都满足。我甲你保证，台湾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啦，东方的瑞士啦。我唔是你操蛋呢，这要靠啥？在座各位，各位拢有可能是台湾民政府内底官员，你唔通看轻你家己。啊，我遮少年，还是讲啊，我年纪遮大，无你看年纪大些。你即马报纸所看的遐个人，因真牛吗？甲你拢同款啊，只不过是媒体掌握伫伊个手头。我甲
真侪人咧甲咱讲啊，啊，恁民政府遐个人吼，拢无知名度啦。我甲伊讲，我随甲因，哈，知名度很简单啊。咱若将款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媒体，逐天甲你访问报道你，安、啊、你有知名度无？绝对有。啊，伊讲啊，报纸若无爱甲你访问的，真简单，无爱访问我来关起来。很简单啊，你咧烦恼啥？你是政府的职权嘛，敢毋是？所以你免烦恼，烦恼的是啥物代志？你对台湾这个地位有清楚还是无清楚啦？你希望台湾这个土地将来要行位对去？大家爱去思考。当时甲台湾宣布戒严，实在是已经军事占领到今日。咱民政府甲美国过几下摆，两三年前甲过，讲你国务院讲塔利班这个组织是恐怖组织，恐怖组织三个条件，第一，伊讲恐怖组织不是国家。第二，恐怖组织有武器。第三，恐怖组织向当地的老百姓征兵。各位，这秘书你讲什么人？你知无？讲啥？讲啥？对，讲中华民国嘛，你不要看吗？中华民国是不是国家？美国跟你讲过啊，它不是国家嘛，有无？中华民国伊有武器无？什么人卖给伊的？美国。所以我跟你讲，美国迄个 F-16 啊，绝对袂卖伊啦。我甲挡两年啦。第三，中华民国甲咱征兵有无？伊要停啊啦。到2014年，伊全面改成募兵制。你袂当叫我去做兵啦。过去做兵的哦，你会甲我赔啦。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啊，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啊，既然美国是我台湾人的敌人，中华民国嘛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啊，咱做啥物兵？你袂感觉奇怪吗？啊，所以迄个路易特啊，讲伊前次讲叫伊爱背一担啊，迄腿下面呢，要背爱背啥？背三担啊。在座若有做过兵的吼，死到吼，然后一笔小财产呢，免税。我跟你讲，所以若咱台湾人要甲美国讨的物件啊，太多了。所以何瑞元甲我讲，何瑞元甲我讲哦，哎、欸，那个228吼，可不可以现在我来道歉哦？我你道歉有什么用？啊，你免敢赔钱吗？但是我跟你讲，迄当阵伊是讲二八的人，伊是甲伊讲吼，伊用什么理由呢？伊讲遐人不服从军事占领，会做理由。所以其实台湾吼，为以前甲即马有太侪代志，咱来甲美国好好来算。当然，咱即马卖讲收济，因为讲收济吼，美国会惊着。啊！即马想讲啊，惊着吼，伊只笨手拢甲撒落迄个地毯的底下，啊，咱都无法度讲。所以咱呢，我呐爱结空结空呢，结较退的。你希望我哪做我哪做？你讲叫我成立民政府，我成立；你讲叫我爱成立两个州，我成立两个州。因为咱台湾人400年来唔捌建立过家己的国家，当时捌建立过家己的国家。李登辉之前跟我算咱的台湾人的国家有无？无啊，迄是什么国家？中华民国。陈水扁做八当，迄间他是台湾人，但是伊是代表占领者来去管咱台湾，伊敢咱台湾人的国家 ？No。所以，这两个人
拢毋是咱台湾人本土的政权，毋是咱本土的国家，报纸乌白甲你写。我问你咧，听清楚哦，中国国民党头前两字叫啥？中国，你知影嘛？对不对？咱绝对袂去甲投予伊，对不对？民进党有个人去投予伊，是安怎？台湾人呢？民进党因为伊顶官甲你扛起来，我今日要甲拆开。民进党的头前有四字打伫顶官，迄四字是啥物物件？中华民国，是安怎？党章第一条，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哎，啊，那主权独立的国家，咱是安怎拼？啥物意思啊？啊？啊，主权独立的国家，咱当时独立纪念日，什么时候独立纪念日？我别讲嘛，你看，听清楚哦。中国国民党，你无要选给伊；中华民国民进党，你要选给伊无？中华民国嘛是中国啊，是简写尔尔啦。所以这两个政党，你选几波是选了什么人？中国。所以有的人伫外口，我咧甲伊讲哦，你唔通去投票。尤其你若去公园讲讲卖投票，你就向坑。我无骗你呢，因为推阿民足多啦。你若讲卖去当哦民进党哦，伊讲你哦，你出卖民进党。你讲啊，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是啥啥？写中华民国，咱的名叫中华民国啊。各位，咱的名是不是叫中华民国？我问你咧，是不是？是不是？啊，有诶，搁甲你讲诶，先条吼，啊，再来体制内的甲改，会使无？会使无？蔡英文讲，蔡英文伊讲。中华民国是帝王政府有无？伊安尼讲有无？啊，别迄句伊袂记得甲你讲。帝王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所以你无管你安那做，你就是中华民国。所以那甲你讲，啊，先互伊调，啊，这边是体制内内底要来改，100%，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讲啊，斩钉截铁，绝对无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咱要安怎？卡纳总理有跟恁讲，去学迄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迄款的做法，拒绝选举。但是拒绝选举啊，咱即马呢，包括我，包括你，伫外口要发拒绝选举啊。讲不出来，真正讲不出来。讲你家己哦，你的边的人会跟你避免啊。所以会避免要安怎？歹势，台湾人只有啊，继续受苦啦。这个受苦唔能受到当时啦，受到有一天，台湾人拢知影迄一天，才有法度。所以我要要求各位啊，你受恨啊，你莫想过来暗度。你的朋友，你的后代，让他来上课。我相信你今天上课一定有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很多事你彻底的了解。尤其是我要跟各位说，有一本书，我不是在推销我的书，因为我的书写了我已经都关出来。有一本书叫做《新台湾论》，这本书呢定价是1000块，但是干那学员尔，学员本来我是规定讲吼，那一摆买10本的人，一本是500块。所以咱在座各位会当大家联合起来，10个人，啊去楼卡，啊用500块。啊其实嘛有人安怎呢？一摆买10本，等于吼你唔通甲卖500块呢？我的书你袂当甲卖500块，我甲你讲一摆，爱甲卖1000块。1000块卖，所以你若10本，你就卖10000块啊！你赚5000块，你今日受运拢免钱的，食较大拢人家你倒出。
我唔上台唔知影呢，学员甲教呢，我有安尼啊，定你甲买安尼十本，我你啊遮厉害，你笑，我啊是安怎啊？你我有你足认真宣传呢，我你笑，我是安怎？伊讲吼，我做一寡小生意咧。哦，头脑只要台湾人是头脑是要求好咧，啊，但是不要紧，我要让你去赚那个钱，因为那开500块买这本册也去读啊，哦，开1000块啦，伊若去外口拢卖1000啦吼，也去读啦，但是我这本人去送你的吼，你袂读啦，你甲等咧粪扫桶，俗重的呢，很重呢，迄有够重呢，迄比靠靠住搁较重呢。但是你呐，所有的疑问，你看内底，你拢会清楚。过来就是第三讲呢，咱要代表美国政府送予咱所有受过分的一面的美国国旗。这个美国国旗听好清楚吼，千万唔通用德国甲斗。美国特别规定嘞，讲你乃知阮台湾人用德国，你用阮定来看滴，因为咧游行有无，拢用一支德国吼。起来就给夹落去，用不可以。你爱去买旗杆啊，啊、哦，爱买旗杆。啊，旗杆呢，啊，都有个人加扣呢哈。哎、欸，我要那个老鹰的。你有看那老鹰？你捌伫外口看有吧？外面没有啊。这是美国的内政部送人的啦。啊，所以有人咱的第二届的东心吼，摕起老鹰哦。去仿冒啊，做塑胶的啦，啊，做塑胶啊，所以这做塑胶吼，阿姨讲伊本钱啦，你若外口若买，毋是老鹰啊，一粒头啊，一个旗杆啊，我知影啦，差不多是400，我讲300、350啊，400迄块啊啦，啊，这个老鹰的吼，你若伫咱遮楼骹去摕吼，同款是400块，我所知影台湾即马现准是剩下不多啦，大概100只左右啦，哦，啊，你会当呢？家己去预定，但是我想讲你预定哦，你甲要离开去刚才摕啦，啊无你即马摕咧囥喺面层。不过你放心啊，伫咱这个受咱这个内底哦，未胖起来，无人会甲你偷摕啦。啊，你若敢偷摕吼，啊查出来吼，迄绝对以后拢袂当做官。一开始袂枪毙，无遐严重啦。唔通去人摕唔对的啦。哦，啊我讲一摆就讲，希望各位吼，所有受训的人，这本你非常一定爱看，哦你一定爱看。你所有的疑问在裡面都找有，這本我跟各位說一個秘密，差不多在3星期前，美國一個很高級的官員在台灣，我不能說他的名字，他來台灣的時候，我有去跟他見面，住在君悦，一個到那君悦幾站拢伊伫负责，拢伊包起来。外口是徛三个海陆啊，便衣的。报名了又滑入。伊甲我讲一句话，恁听好清楚。伊讲我美国政府现主席，无伫注重中国国民党，嘛无伫注重民进党。阮所注重的是恁这个组织，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恁这个组织照国际法。继续行，我美国会甲你撇过。即马是咱家己哦，咱伊虽然要甲你撇过，咱的人无够呢。所以各位，你一定爱帮忙，因为你若讲伫外口去叫，若真惊今日美军入来，咱要去叫，迄真简单啊。大家伊讲，哦，我足爱台湾的啊，父亲他嘛爱台湾的。马英九嘛爱台湾呢，你袂当安尼，你一定爱在受这个份，这个份是一个门槛同款呢。所以有真济，阮是真济人要来，我拢也讲啊清清哦。这个受份，这个三天是门槛，我甲各位同款呢，伫遮哩生活呢。恁去受苦，我嘛伫受苦啊，我连续13摆受苦呢，恁一摆尔尔呢？啊！你受训以后，后摆的受训的时间，你看咱的网络，你礼拜时啊，因为礼拜会到时最后一节课，阁是我的课，恁若要听到上新的消息，迄天拢会当来。
再时就来，摕这张卡到，你若要来大面子的，听好清楚。所以我讲你这张卡到，你已经爱去翕，爱去做。你有这张卡到，你会当大面子，但是食饭爱出钱啦。我无阿多，我无遮济钱。啊，过来，所有受训的人，我拢送，我个人拢送你一顶帽啊。迄顶帽啊是英国人设计，送去迄个叫做韩国制作的，就是这个叫做配上一大迄一顶帽啊。我感觉这顶帽足水的，迄个叫做冬暖夏凉，一顶500块呢。我送你，我为着要送这个帽啊，我跟你讲，我连续几啊个月拢去食馒头呢。因为我一个月伫阮小弟的公司内底摕80000块啊，啊你若受分一摆呐，可比讲一百个、200个，啊一顶500块，你看我爱开偌济钱？我是讲实在，但是我真欢喜，我认为讲，同个人甘愿去出这个5000块，其实你出5000块，毋是啥物人赚的，你只要带两工啦。吃十顿啦，稍等下吼，楼下还有个仙草冰呢。你的上课敢有算上课？但是我感觉明仔规工的上课足艰苦的哦，拢无伫休困啊。为早时啊，做7点食饭哦，8点开始上，上到暗时10点啊，无休困哦。所以明仔是吼一个真艰苦的迄个课程啊。啊，过来就到第三天哦，大家拢笑眯眯啊，笑到呢，啊马上要回去啊。但是呢，我也是爱阁讲吼，今日呢，我即条要伫即个所在结束，啊，大家辛苦些些吼，啊，较早困，啊，明仔呢7点啊，啊，食饭，啊，即、這个希望各位伫遮即三工内底吼，啊，生活吼真快乐，啊，我相信呢，恁即三工内底，恁会得到真济真济物件，啊，你若唔相信吼，我第三工的最后一节课，我问各位啊，恁一定甲我讲。我真的得到很多东西，今天多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今日，甲恁宣布一下吼，